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革史记节目我是丁凯文今天呢跟大家谈一谈呢这个全军文革文化革命小组。那么为什么要谈谈这个小组呢对文化大革命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呢都知道啊，文化大革命当中呢成立并冠以文革小组名称的这个重要机构呢实际上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全军文化革命小组，这两个小组。那么前者就是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啊，在这个文革当中呢，尤其文革初期呢，是这个呼风唤雨啊，权势呢是如日中天。那它就实际上是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这个主要的这个职能，那么来用它用以来指导全国全党的这个文化革命。那么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凡是中央在发布各种这个命令啊或者通知啊什么这类的指示的情况下呢，通常都是联署的名字都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然后呢就是中央文革小组。那么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呢也称作这个军委文革小组或者是军队文化革命小组。那么呢它的成立呢大概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么大家很快，然后一年多以后呢就销声匿迹了。那么这个官方就是中共官方出版的这个史书上呢，比如像这本这个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个第二卷2011年出版的这本书里边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个全军文革小组，根本就不提。那么这个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那很厚厚的多卷本呢。那么这个第六卷是专讲文化大革命的，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解放军的军史呢只提了一句，对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只提了一句，而且这一句还几乎还不是在正文里边，还是在他的注释里边，提了一句，是吧？他是什么什么时候这个成立的？那么他的这个组长是谁？那么第二个组长是谁？啊，提了这么一句，然后就没有了。另外我看那个其他很多这个有关文革史的这些个专著。几乎都不提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哪怕是这个最新出版的这个，杨继成先生的这个，这叫做《天翻地覆》的这本上下两卷厚厚的这个几十万字的这个文革史，也没有提到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组织，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第一呢，对这个组织呢不是很重视。第二呢，对这个组织的它的产生、它的存在、它的工作不是十分的了解。所以呢，我想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呢，把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它是怎么来的，他都做了哪些事情，最后他为什么会无声而这个销声匿迹，为什么无疾而终了？那么把这个情况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全军文化小组成立呢是在这个1966年的5月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呢是中共中央颁发了这个516通知。那么这个516通知呢，它的这个同时呢这就组成了这个中央文革小组。那么它的组长是谁呢？是陈伯达。副组长呢有这个江青啊、刘志坚呐、这个张春桥啊。康生是他的顾问。那么这个刘志坚呢就是总政的这个副主任，当时他的军衔是个中将。那么为什么刘志坚会在这个中央文革小组里当这个副组长呢？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参与了这个江青这个搞的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这个最早的这个两期节目里面我专门跟大家讲过这个纪要是怎么出笼的。那么正是因为刘志坚呢他是亲身参与了，所以呢在这个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候呢，刘志坚呢就
当上了这个副组长。那么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呢，他是负责指导全党和全国的这个文革运动的。那么解放军呢，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独立的这么一个运作的系统。那么他有自己的指挥的这个上下级的这种严格的上下级关系，是讲究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那么全国的这个野战军和地方部队都归中央军委统一指挥、统一领导。那么如果军队里要搞文革运动的话，那么势必要在军队同样也要成立这么一个文革小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在516通知颁发的同时呢，那么这个军队里面呢，就颁发了一个关于执行中央516通知的通知。就是这个通知呢，就是说部队也应该要参与这个文革，但是呢要在党委的这个领导下来进行。那么这发这个通知的时候呢，就宣布说呢，在总政，就是总政治部下面呢，成立一个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这个文革文化革命办公室。那么这个，然后呢，就任命这个刘志坚呢，出任这个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来负责这个军队内部的这个文革运动。但是呢，那么他这个成立这么一个全军文革小组呢，我们看到啊，没有一个军委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指示，比如说都是哪些人组成，有都他的这个军委这个全军文革小组这个班子到底是怎么工作，他应该做哪些方面的这个事情，军委呢并没有这么一个明确的这么一个说明。而且刘志坚的本人的地位也不高，大家知道这个军队是论资排辈的，这个刘志坚呢当时仅仅还是个中将，那么刘志坚上边呢，就刘志坚当时在军队是总政的副主任，那他上面起码还有总政主任，有萧华是总政主任，那么还有这个再往上呢，那还有总参，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军委秘书长，当然再往上那就是军委副主席、军委主席。那么这个刘志坚呢，实际上他在军内的地位呢并不高，这个让刘志坚的在这个军队里面发号施令怎么搞文革，这个本身呢就是不是一个很就是一个不是很靠谱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可以做个对比，同时在1966年5月成立的另外一个军队的一个机构是什么呢？也不是军队机构，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当初前几节几次曾经提到过的首都工作组。那个首都工作组那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组长呢是叶剑英，副组长是杨成武。那么这个组织，那么它是专门负责调动负责首都的治安，首都的警卫。那么调兵遣将，在北京地区增加了两个师的兵力。那么从这个两个这个不同的机构，我们就看出呢，这个首都工作组是更受到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重视。那么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呢，反而是没有什么人去重视它的，成立也就成立了。那么至于它到底干什么呢，没有什么下文。那么他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事呢？他成立以后干了些啥事呢？第一呢，这个小组呢，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说这个大家知道这个516通知颁发以后呢，全国这个高等院校啊，中小学啊都乱作一团了。乱作一团以后呢，中央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刘少奇呢，他们就是沿用以往的这个处理这个这方面工作的经验呢，就是派工作组。那么刘少奇呢就向各地派这个工作组。那么军队同样这个也碰到这个问题，那么军队呢也派了工作组，都派到什么地儿呢？那么比如说这个总政又派出了几百人到这个文化部，
比如到了文化部下边的，比如什么芭蕾舞队啊，戏剧学院呐、啊，电影学院呐、啊，音乐学院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像这个北大这个也派了这个军队的工作组，是这个海军航空兵部队的政委叫彭林，还有北京军区的政治部负责人叫郑希文，另外其他各地也都有，比如像重庆大学这个军队呢也去派了这个工作组，那么南京大学，那么是江苏这个南京军区派了不少人，派了不少军队干部到南京大学去啊，负责这个南京大学的这个文革运动，就是派工作组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这个解放军第一次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那么，但是呢，这个工作组这个军队派工作组呢，显然是不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工作组马上很快就被毛泽东给否定了。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以后呢，就发脾气说，这个我看这个北京各地好像都是运动都冷冷清清啊，这个工作组没干什么好事，所以呢这个工作组都应该这个撤销。那么毛泽东发话了以后呢，自然这个各大专院校这些工作组通通都被撤回了。那么被撤销以后呢，那么这个当然了，这个各地的这个院校这个学生呢，这个就风起云涌啊，这个造反派啊，各个这种势力群众组织就都活跃起来了。那么显然，那么军队院校也不例外，那不光是这个像北大清华这种学校，那么军队也有很多学校，比如像上海的这第二军医大学啊，这个哈尔滨军工大呀、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这种院校军队院校的这种造反派的这种活动，那么中央军委这个林彪到底是一种什么态度呢？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最早林彪在这个林彪的态度呢，他是在1966年8月13号的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林彪当时讲是怎么讲的呢？他说，现在呢，军队里师级以下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宣传文化革命意义，学习文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军级以上机关则发动群众搞这个大民主啊，大自爆啊，大体准备搞三个月。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林彪的态度呢是很明确的，就是军队啊，尤其是野战军呢，所谓师以下呢，就是正规的军队呢是不搞这种文革的这种大鸣大放大自爆大辩论的这种形式的这种文革，而是呢只采取正面教育，而且是要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那么只是在军级以上的单位，那么所谓军级以上单位呢，那就是这个范围就非常小了，那么就是这个仅仅是这个极小范围内部呢搞的一些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大民主啊，大自爆大辩论这种。那么实际上呢，就把文革这个在军队里面呢限制起来了。那么在这段期间里面呢，从1966年5月到1966年9月，那么中央军委呢发布了一系列的这个指示。比如像6月14号，这个中央军委就发布了一个关于部队开展文革运动的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那么6月21号呢，中央军委还批准下发了一个关于军队文革的一个6条指示，6月24号，总政还发了一个关于这个，社会上这个无政府主义思潮对部队的影响的这个克服办法的报告，等等吧，这些个呢，基本上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说呢，连队军队呢只搞正面教育，另外呢是这个要在尤其呢这个所有的这些个文革的这种凡是要采取这些运动的地方呢，都必须要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而不是那种自发的像地方一样的从下往上的这个搞这种夺权斗争这种。那么由于有了这种方面的这个确切的这种规定呢，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军队呢在尤其是在这个
啊，六月份到九月份这段期间呢，整个的军队仍然是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这个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非常明确的态度。那么这个态度不是林彪一个人有，而是当时军队高层的一个共同的这么一个。那么比如像这个叶剑英，这是当时是大概军队里边呢仅次于林彪的这个代表人物了，他是这个军委秘书长、军委副主席，那么直接负责军队的这个日常工作。那么叶剑英在这方面呢和林彪呢是观点是一致的。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呢，军队基本上是保持了稳定，各项工作呢也都平稳的进行。那么但是呢很快这个形势呢就逆转了。为什么呢？这是呢从十月份开始军队又开始乱起来了。为什么会乱起来呢？是因为呢十月一号啊，当时这个十一呢这个搞一这个这个搞一个这个国庆节嘛，这个庆祝活动，当时毛泽东啊林彪都上天安门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天安门的时候呢，这个当时的这个上海军医大第二军医大的这个陶思亮，这个当时呢在天安门城楼上呢向毛泽东告御状。这个陶思亮是谁呢？就是陶铸的女儿。当然后来他陶思亮写过了若干年以后，好像是前两年吧，曾经写文章否认他向这个毛泽东这个当面告状。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已经被史学界一个广泛的认可。那么他当时告状呢，向毛泽东告状说呢，这个军队院校啊镇压学生运动。和地方的很多做法是不一样的，那么搞了太多的条条框框，限制太多。他这个向这个毛泽东告御状以后呢，这个林彪身为这个军委副主席呢，就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呢，大家知道这个毛泽东呢，这个搞文革呢，他当时那时候他这个，那个时候呢，毛泽东这个接见呢，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百万红卫兵啊，多次接见。那么呢，目的就是想把这个通过这种群众运动，通过这种学生的这种造反的这种势力，来向这个所谓的各级这个走了所谓这个刘邓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些人呢，做出这种一种冲击。那么如果军队呢也采取这种压制的态度呢，显然这是不是毛泽东所喜欢的，是不是毛泽东所认可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林彪有了压力了。林彪有了压力以后呢，他在十月二号呢，林彪就把这个几个军委副主席呢找到家里来说，那么赶紧发一个军队的赶紧发一个紧急指示。那么这个紧急指示呢是在十月五号发出来的。这个紧急指示呢是主要精神是什么呢？是说的是这个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呢要和地方院校一样，这个完全按照这十六条来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等等等。那么就等于是把军队院校搞文革的这个口子就打开了。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他林彪这个紧急指示呢，他只是还是针对的是军队的院校，而不是针对的这个野战部队和这个地方部队。所以野战军呢基本上还是保持了一种稳定的状态。那么军队院校呢这个口子就打开了。那么打开以后呢，这个形势呢就急转直下了。各地各院校的这个解放军院校的这个师生啊，就参与到了这个地方院校的这种夺权的这种活动当中来了。那么两股势力一合流，这个对军队这个高层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比如说呢，他们这些个院校他们跑来北京以后，冲击什么呢？冲击各大这个军队的这些指挥机构，比如像海军、空军总后、总参等等等，甚至于冲击这国防部要求这些个军队的这个领导接见，然后如果不接见就这个
昼夜不停的这个是这个用这种什么高音喇叭呀，在这一块儿对这个他们进行骚扰，然后对这个机关呢，这个就是冲进这些机关，你说是打这个打砸抢也好，还是这反正就是把这个军队啊，把这个军事机关呢搞得是这个乌烟瘴气，甚至于这个还发生了十一月，尤其是在66年十一月还发生了这个两次军事学院的造反派冲进了这国防部大楼，在这国防部大楼里面不走，最后呢，这个陈伯达不得不以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个身份来这个劝说这些个军队院校的这个师生离开国防部。那么很多这个军事机构呢都是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呢，这个中央军委呢就是召开了两次这个大会。那么是在十一月这个13号和29号，由这个军队的这些个元帅，就是这个有这个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啊、贺龙啊等等，来这个召见这些个军队这个院校的这个军事院校的这个师生对他们进行一些教育。当然，当时的这些个两次的这两次会议呢。陈毅和这个叶剑英呢，对这个军事院校的这些学生的这些造反行为进行了这个非常尖锐的这个批评，当然这个虽然这种批评呢是没有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但是呢实际上是表达了中央高层对他们这些造反运动的这些不满和不安。认为他们这个冲击面实际太广了，这个不可以这个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么在这个里边呢，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当时呢，这个刘志坚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呢，至少我们知道现在起码有三个人，第一呢是组长是刘志坚，第二呢是这个谢唐中呢是总政的这个总政文化部部长，是个少将。那么还有一个叫李曼村，是这个总政的宣传部部长，也是少将。至少有这三个人，他们三个人呢是全军文革小组的代表。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在这个1966年十月到十一月这段期间呢，这两个月期间呢。他们对这个军队的这个文革这些军事院校的这些造反活动呢，起了这个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说这个刘志坚在十月十五号呢，在接见这个东北这个赴京造反这个群众组织的时候呢，就说我们这个坚决支持你们的这个活动。是这个希望你们这个要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要打击那些个打击和孤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十一月一号呢，这个谢唐中呢在这个接见这个东北工学院的红卫兵这时候呢，他也说你们认为省市委有问题，认准了就造反，这个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革命的造反的，这个你们看准了呢就去大张旗鼓的干。所以呢，在这段期间呢，这个有全军文革小组的推波助澜，再加上整个形势，当时整个这个造反形势呢，是在全国属于一种轰轰烈烈啊，欲罢不能，基本上是这个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予以抵制的。所以呢，很多军队的这些个高级这个将领呢，都被揪斗，都被批判。最典型的，我们看到这个邱辉作回忆，邱辉作在这本他的这个回忆录当中呢，就说呀，他说我那时候呢，从十一月这个开始呢，就被这些个人呢，军队院校这个造反派呢，就这个揪斗。十一月十六号到这个十七号呢，在这个总后礼堂里面，这不停轮轮番批斗呢，结果呢，到了这个十七号的这个下午，
就昏倒在这个批斗台上面了。然后呢，总后呢就赶紧把这个邱会作送到这个301医院抢救。那么送到301医院抢救呢，后来呢又被送到这个西山，送到西山的军委的这个所在地了。当时呢，这个叶剑英就对这个邱会作讲说呢，没有我的命令，你不可以下山，你就老老实实在这个山上养病。当时呢，不光是这个邱会作受到这个批斗，那么全军还有很多人啊。我们看到这个军队很多人都受到冲击，那么这些人受到冲击怎么办呢？就东躲西藏了。有的时候呢，就反正不能在家待着，因为你在家待着很可能就被造反派抓去。那么有的时候，有的人就躲到这个军队这个指挥所，甚至于躲到玉泉山、西山啊这些地方，甚至于躲到这个叶剑英的这个元帅的家里边。那么躲来躲去，为了这个躲避造反派对他们的这些个冲击。那么66年。从这个66年的5月到67年的1月份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把这段时间呢，这个全军文革小组称之为这个刘志坚时期。那么刘志坚这个时期呢，大约是7个月左右。那么刘志坚在67年1月份呢倒台了。那么大家就会很奇怪，那么刘志坚呢本来是一个很积极的，在军队里面他是一个很积极参与和支持这个文革运动的人，那么他为什么在67年1月份后被打倒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那么这个刘志坚呢被打倒了，实际上呢，他是我们看到呢，实际上呢，他是这个周恩来这个一个丢卒保车的这么一个策略。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66年11月这个两次这个军队的这个老帅们对这个军事院校的这些个造反派学生的两次讲话呢，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同时也引起了这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江青他们的不满，认为这个军队这些老帅呢是在压制文革，是在压制这些个造反派。但是呢，他们呢又不好明着把这个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这些老帅，那么呢就把这个斗争的矛头呢对准了这个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刘志坚。那么呢，在这个67年1月这个3号和4号，这个周恩来和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再加上这个学生，在人会再加上一些学生代表，在这个人民大会堂开会。这时候呢，这个周恩来呢就说呢，学生对这个军队这个领导有意见，那么你刘志坚是不是应该做个自我批评？那么实际上呢，周恩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呢，让这个刘志坚替这个叶剑英和陈毅来承担这个责任。那么当刘志坚在做自我批评的时候呢，这个康生呢，这个中央文革这个小组顾问康生呢，突然就发话了。这个康生是怎么说的呢？康生说，你刘志坚就是这个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军队的代表。那么康生他们这个中央文革一表态，等于就断了这个刘志坚的这个政治生命了。那么很快刘志坚呢就被打倒了，就被关押审查了。所以呢，实际上在打倒刘志坚呢是这个中央文革小组他们的一个有预谋的这么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周恩来就采取了丢卒保车的这么态度，就是牺牲了刘志坚，那么保护了这个叶剑英和陈毅。那么中央文革小组呢打倒刘志坚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呢，首先是在我看来是认为刘志坚在军内呢这个地位不够高，他这个仅仅是一个总政的一个副主任中将而已了，他对军队里呢没有什么号召力，由他来指挥这个军队的搞文革是指挥不动的，没有人会买刘志坚的账，因为这个刘志坚地位军内的地位太低，不够高。那么怎么办呢？那么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改组，全军文革小组改组，
那么改组由谁来当这个新的这个小组的组长呢？这个江青呢想到了徐向前。那么很快，那么徐向前就当了这个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就他就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就改组了。那么当时呢，这个据徐向前的这个回忆呢，是说呢，1月6号，这个杨成武呢亲自登门拜访，是向徐向前传达了这个毛泽东的指示，让这个徐向前来出任这个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而且说呢，这是江青提议的。那么1月10号、11号、12号连续三天，这个就把这些个文革全军文革小组的这个改组名单、改组通知，都全都做好，另外由这个中央批准，很快这个就是在1月12号呢，全新的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呢就正式成立了。这个小组正式成立，就和刘志坚那时候成立的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呢就大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这个全军文革小组这些人这个组成的他们的地位，这些人的地位是不一样的。第一，徐向前呢是这个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这个元帅，他的地位足够高。那么他下属的这个副组长呢是萧华，总政的主任，杨成武这个总参的这个代总参谋长，王新亭是这个也是总参的这个副总长。那么在下边呢就是谢唐中、李曼村。这个当然他这两个人呢就地位就显然就稍微低了点了。那么最主要的一个看点是什么呢？聘请让这个江青出任这个全军文革小组的顾问。那么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呢还下设了什么秘书组啊、简报组啊、机关组啊、这个院校联合院校组和联络站啊，然后这个办公地点是设在军委的这个三座门。那么我们看到这是江青呢以前在军队室里面是没有军职的，所以呢江青他对于军队呢他是没有办法发号施令的。所以呢军队的文革呢不能按照他们这个按照江青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个理念来发动文革，这是江青的一个心里边的一个很不痛快的地方。那么现在江青有了军职了，虽然是个顾问，但是呢，他就可以对军队发号施令了。这个呢，实际上是这个全军文革小组之所以要改组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一点。那么为什么会选徐向前当这个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实际上呢，这个他们是有考虑的，尤其是毛泽东和江青，他们是有很深的考虑的。首先，徐向前呢，他历史上呢，他是张国焘的人，他是这个红四方面军的。那么张国焘呢，是毛泽东痛恨的人。那么延安时期呢，张国焘被毛泽东给给赶走了，给斗垮了。那么这个红四方面军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张国焘，第二号人物叫陈昌浩。那么这个陈昌浩呢，毛泽东对这个陈昌浩呢采取的政策是终身不用，就把他放到这个马列编译局去当个局长，就是闹个这个闲差了，让你去翻译这马恩列斯，翻译他们的著作，弄个闲差让你去干。那么红四方面军呢总要有一个人来代表吧，那么毛泽东选的就是徐向前，让徐向前来这个当这个红四方面军的这个代表人物。但是呢，徐向前呢仍然没有什么实权，那军队里面虽然是贵为元帅，但是呢在中共建政以后呢并没有什么实权。比如说就是这个其他元帅都是有分工的，比如像贺龙管这个国防工委，这个聂荣臻呢管这个国防科委，那么徐向前管什么呢？管民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徐向前管的是最没有意思的，或者是最不被重视的这么一个工作。所以徐向前呢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在军队里边，他当然徐向前本人也是非常的低调，他也知道自己在这个
在党内和军内呢是处于这么一个比较尴尬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呢，徐向前呢本人也一直都很低调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时候呢，毛泽东看中了徐向前这一点，就看中就是徐向前一直郁郁不得志，那么这次呢，把徐向前端出来，以徐向前的这个元帅的地位，以徐向前这个徐向前可能还希望在这个新的这个职位里边可以立新功，那么呢，给徐向前这么一个新职位让他去干。那么呢，徐向前虽然呢一开始是推脱的，但是呢，很快他就接受了。接受了以后呢，徐向前这个新官上任三把火，在这个12号上任的当天，他就和这个江青一起这个接见了这个南京军队院校的这个汇报团。那么13号啊、14、15号都连续接见这个军队院校的这些个这个军队院校的这个造反的这些个代表。那么徐向前就说了，说这个哦要这个。要进行这个推行这个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级革命路线，要把这个刘邓为代表资产级反动路线呢彻底粉碎，要彻底打倒，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个当时的徐向前的这些讲话都很高调，而且呢，这个徐向前不光高调的这个表示要这个进行文革，同时呢还点了不少人的名儿。比如说他这个说这个苏振华，这海军政委这个苏振华，他说这个是这个就是坚是他这个苏振华就是这个贯彻刘邓这个反动路线的，是在这个是这个这个贺龙是这个在贺龙要搞政变，这个封官许愿给这个苏振华许的愿是军委秘书长等等等等。所以从徐向前出任这个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边吧，他就点了很多人的名，比如像贺龙军委副主席贺龙、苏振华、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杨勇、北京这个军区政委这个廖汉生、空军副司令员刘震、何庭一、总参作战部部长这个王尚荣、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还有这个什么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啊，总后这个部长邱会作啊，装甲兵司令员这个许光达，成都军区司令员王新廷等等等等，他就点了一大批人的名。当然这些人呢，有的是很早就已经是被批判被打倒了，但是呢，以徐向前以军委这个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军委副主席这个元帅的这个名来点名批判这些人呢，显然是有带有这个指标性的意义了。那么在这个最主要的我们看到这个徐向前的一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给邱会作下命令，让邱会作回到总后参加这个总后的这个群众运动。当时呢这个邱会作呢是在这个西山养病，这个徐向前直接把电话打到这个西山，命令邱会作说，我跟江青这个讨论了，我们都认为你邱会作的这个是这个是坚决执行了这个刘邓这个反动路线的人，你这个不能在西山继续养病，你必须回到这个总政参加群众运动。而且徐向前当时的电话里是这么说，他说我不是以这个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来下命令，我是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下的命令。那么邱会作在西山养病的这事是本来是这个叶剑英和林彪同意的，那么当时呢邱会作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呢，马上就告诉这个叶剑英了，叶剑英很快就和林彪取得了这个联系。那么当时呢林彪就表态说，那既然人家已经下命令了，那你就只能这个执行这个军令了，但是呢我们要密切注视邱会作回到总政以后的这个他的这些个具体的情况。那么邱会作一回到总政，马上就被这个总政的这些个总后就受到总后这些造反派的这个批斗，那么这个被这个总后他们这些造反派这个毒打，几乎就丧命了。然后呢这个在这个紧急状况之下呢，邱会作呢他很聪明，他就写了一个这个求救信，通过这个他的这个他儿子和他的警卫员
把这个信呢送到了这个林彪那边了。那么林彪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这个是勃然大怒啊，就是当场下令，就写了一个这个手令，立即释放邱会作。而且呢，这个由这还有这个陈伯达，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由陈伯达也签字。那么最后呢，是叶群这个亲赴这个总后，把邱会作从这个造反派手里救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军队啊，这个院校是乱哄哄啊，这个造成了非常混乱的局面。那么这种混乱的局面呢，怎么办呢？那么林彪当时也是忧心忡忡啊。那么很快，那么出了一个对策，那就是军委八条命令，是在这个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发布的。那么这个八条命令呢，就是林彪找了这个几个军委副主席，然后口授了几条命令，然后呢通报这个，最后报到毛泽东那儿去。这个毛泽东最后就写了一个这个同意照发。那么规定了几条，比如说这个不能随便纠斗这个军队领导人呐、不许这个冲击这个军事机关呐、这个不许这个泄露这个军事机密啊等等等等。那么实际上呢，是对这个军队这个院校这些造反派呢，实际上是一种限制。那么有了这个军委八条命令呢，军队呢实际上就有了一个可以这个镇压造反派的这么一个口实了，这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后来又发生了这个所谓二月阵反，我们前一阵曾经讲到过的二月阵反。那么最主要的遏制这个军队造反派的这个呢，实际上是五幺三事件。我们前一阵也提到了这个五幺三事件呢，就是因为这个由于这个为了纪念这个军队，这个为了纪念这个毛泽东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议这个讲话25周年，为了纪念这个讲话，搞了一个这么一个纪念活动。当时呢，这个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那么在这个军博他们搞的这个活动呢，大打出手。但是呢，由于林彪支持了这个保守派，所以军队北京地区的这个军队的造反派呢，实际上就是被这个保皇这个保守派保皇派所这个压制下去了。所以呢，这五幺三演出这件事情可以作为一个标志点。那么北京地区的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呢，就从此就一蹶不振了。那么这个徐向前呢，他这个实际上他这个担任这个文革小组这个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时间也很短，大概实际上呢大概就两个来月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到了二月份呢，就发生了这二月逆流。我们前几期呢也曾经讲过这个二月逆流。那么二月逆流呢，就是军队的这些老帅呢，对于这个对这个陈伯达啊、张春桥啊，对他们这个中央文革表示了极度的不满，那么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的这个批判。所以呢，这个当时呢，就是军队这些个老帅就靠边站了。那么徐向前呢，也由于这个二月逆流呢，就是写这个检讨，这个要这个写检查。所以呢，徐向前实际上是在二月逆流以后呢，就不再过问这个全军文革小组的事情了。徐向前自己的在这个回忆录里边呢，他写了一本回忆，后来叫做历史的回顾。在这本回忆录里边呢，徐向前呢就说这个说这个我这个主持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啊，不到三个月呢，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昼夜不得安宁，一天呢抽两根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疲劳。所以呢，他说呢，我这个不干这个差事呢，这个正合我意了。所以呢，他就及时抽身了。这个虽然他还挂名，但是呢，挂名这个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但是就不管事儿了。这是徐向前比较聪明的地方。那么他不管事儿以后呢，是谁来管呢？是这个总政主任，是萧华。那么总政主任萧华呢，他呢实际上基本上也没怎么管。那么实际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呢就有名无实，基本上呢是晾在那块了，也就没有什么大事可干了。那么
是到了这个五月萧华倒台的时候呢，五月份就是因为这个五幺三事件以后呢，萧华呢自己也垮台了，那么全军文革小组呢在这个时候呢就这无疾而终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林彪呢，因为这个全军文革小组自始至终啊都没有得到中央军委高层的支持，就是没有得到林彪和叶剑英的支持。那么这个林彪呢就吩咐这个手底下的这些人，什么杨成武啊，什么吴法宪呢、啊、就跟他们讲说中央文就是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啊，他们如果让你们去开会呢，你们就别不要理他，就想办法把他推掉。这个林彪认为呢，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啊有没有呢，实际是个小事儿，但是呢有了江青在里边，这就是个大事儿了。把这个全军文革小组的权力收回来并不难，但是呢有江青掺和在这个事情里边就是个麻烦事儿。那么呢林彪的意思呢就说呢为了不给江青在这个军队里边闹这个惹事儿，这个折腾生事儿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宁可让全军文革小组这么一个机构呢让它晾在那儿，让它这无所事事啊，那么甚至于哪怕牺牲几个人也在所不惜。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呢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军队高层的支持，最后呢就不了了之了，就无疾而终了。那么68年3月份的时候，这个黄永胜出任这个军委办事组组长的时候，林彪说了一番话。林彪说这番话呢是他是怎么讲的呢？他说呢全军文革，他说去年呢全军文革垮台了，那么江青几次提出呢要恢复这个全军文革，他说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呢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革，那么在军队里找他们的代理人啊、现在呢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看谁来管事儿。如果是叶帅管事儿呢，这军队喜欢，就是叶剑英如果管事儿呢是军队比较喜欢，那么中央文革那伙人就不喜欢，那么让徐帅管事儿呢，那么他们中央文革小组那帮人呢就喜欢，但军队就不喜欢，那么最好呢就用小组来管大事儿，那么干脆就不要这个全军文革小组了，那么就最后就成立一个这个军委办事组，那么小组办大事儿呢这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呢正是因为林彪的这个态度，所以呢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呢最后呢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吧，可以这么讲。那么所以呢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呢可以这么来看呢，全军文革小组呢实际上是这个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必然的一个产物。那么它仅仅是呢隶属于总政下边的那么一个机构，权力并不大也没有办法像这个中央文革小组那样发号施令。本身呢就先天不足。那么又没有林彪这个中央军委高层的支持呢，也是后天也是不足，不仅是先天不足，那么后天也是有很大缺陷的。那么在这个存在的这段时间里边，无论是刘志坚时期还是这个徐向前时期，还是萧华时期，在这么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边呢，基本上呢他虽然在军队里边呢搞了一些事儿搞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事儿，但是呢它起不了这个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个他们没有得到军队高层的军队领导的这个支持。所以现在中共官方总是说这个林彪这个江青反革命俩反革命集团要搞乱全国，要这个搞这个文革，要如何如何篡党夺权。但是我们从这件事情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林彪他是不支持这么一个机构。如果林彪他是这么一个要想搞乱全国篡党夺权，要想积极推行文革的人，他一定是应该是大力支持这个小组才对。那么我们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林彪对这个小组是非常厌恶的，根本就不予支持的。所以这个小组呢他是没有办法存在的。那就存在很短一段时间，一年多一点吧，这个小组就消失了。那么当然这毛泽东的态度呢，他呢在这尤其是在这个军队上面，他也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一种这个机会主义的这个一种方式。
为什么呢？因为他需要军队来控制全国的局势，所以他要搞三支两军，军队在全国大乱的形势之下，军队要搞知左，要这个知工知农知军等等等等吧，要这搞这个三支两军，那么他必须要有军队的这个权力的支持，所以呢，毛泽东在这个事情上呢，他也要有军队这方面的支持，所以如果把军队也都搞乱了，那么毛泽东会影响到毛泽东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文革的战略部署。所以呢，这个要稳定全国局势呢，毛泽东呢也不在乎这个全军文革小组，他这有没有这个小组也无所谓。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从67年这个66年底67年的时候呢，3月份以后呢，三支两军的这种工作开展起来以后呢，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了。那么这个小组显然那么。他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又没有得到这个军委高层的支持，那么这个小组自然也就不可能继续存活下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全军文革小组存在了一年之后，不明不白的就这么寿终正寝，无疾而终了。好，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那么下一期呢，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总政军管这件事情，为什么总政这么重要一个军队的机构也被军管了。好，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观看，下期节目再见。